防疫动起来，东山乡日前成立防疫智勇军，由各村村长投入各地方的消毒工作，公所也做智勇军的后盾，陆续补足各项防疫配备。咱东山乡公所哦，成立了咱全国第一支的防疫智勇军，以后今仔日吼，咱搁再一次把咱的设备来升级。就是咱在咱的这个每一村，咱在咱代表会有主席，在咱所代表先进，因的支持下，咱每一个拢会当来搁配一台电动的这个喷雾器，哈。嘛有甲咱乡长讲过，咱伫第一线、伫消毒的人、伫做工会的人，伊的保护，干那袂使，干那靠。咱的喷雾器去抓以外，一点无啊以外，这个我嘛拜托咱乡长咧，咱的财源嘛有限，但是你防疫的物件绝对爱做安全，咱才有法度先保护家己，保护咱的村咧，才有法度保护咱的乡的。防疫配备有防护衣、雨鞋、电动喷雾机等，对于看不见的病毒，民间与政府力量互相结合，齐心做好防疫工作。所以在这里再一次来万分的感谢，有咱这村长赵小婷，和咱的公所防疫，这个工作啊，会当推动得真顺利，所以在这里感谢大家，所以有需要，搁他进一步的，一挂防疫的，这不管是资源也好，还是一挂这个人力也好，那么请咱的村长在防疫期间会当不时向咱公所来密切，密切的来合作哈。第一线的人员染疫的风险较高，疫情还没停歇，多一层保护，可以更安心为民服务。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。